曹哥哥，我现在已经到了千年瓷都景德镇，我身后呢就是写的是苍南镇，因为在这之前景德镇是叫苍南镇。景德镇呢是因窑而生，因瓷而盛，但是这里不只有窑火，还有烟火。咱现在就去尝一个景德镇的特色小吃油条包麻薯还有冷粉，走着。苍南镇，因为在这之前啊，景德镇是叫做苍南镇，后来才改名为景德镇。这是民窑遗址博物馆，但是是不能参观的。哇，这里面全部都是瓷器，就是碎掉的这种，应该拍不太清楚，全部都是碎掉的瓷器。哇，这条街好热闹，全部都是小吃店、早餐店，他居然没有开门，天哪。哦，重庆油条店搬到对面，对面哪里？哇，正对面，我竟然都没看到。哇，这么多口味。经典芝麻味，肉咸蛋肉松，我要一个经典芝麻味，一个咸蛋肉松味的。油条都是现炸的，感觉炸得很酥脆。这就是经典口味，经典芝麻的。这是咸蛋黄。哦，像咸蛋黄。哇，肉松里面有海苔。有。啊，这样好吃。啊。是不是以前就是只有经典的味道？对对。就是后来才有的这些。升级了。啊。这是里面是黑芝麻和白糖吗？对。啊。这个黑芝麻是煮的香蕉的熟的芝麻。啊，熟的黑芝麻。嗯。老板特意跑到乡下修那个芝麻。啊？老板呢，特意派子跑到乡下哟，去乡下的帮他修工修那个芝麻哟。哦，特意去乡下收来的芝麻。嗯，那吃起来香一点。好。我的是13.5啊。对对。买上了，我差点，我以为都买不上了呢。一个是经典的经典芝麻味，还有一个就是肉松蛋黄味。你好，我要一个冷粉。冷粉的。嗯，对。好。现在有吗？有。有。有。哦。哇，这个就是冷粉。哎，对，这个就是。这是大米做的。对，好吃。大米做的。哦。这个好吃。哇，蛮好的。这个粉挺粗。是啊。哦，这是要烫一下。要泡一下。哦，泡一下。冷不是冷。哦。不是好凉嘛？好凉不好吃。哇，这么多调料。对，要辣哈。要辣。怎么了？这个好辣嘞。说啊。不能吃不下去。阿姨都笑起来了。是。没关系，我能吃辣。哇，再放一点，可以。啊，再放一点。哎，行了。好吃，好辣嘞。啊。我也听说这冷粉就是景德镇的特色。景德镇特色了，那个泡面也好吃啊。而且我很好奇，就是冷粉，它叫冷粉，但是是早上吃的是吧？早上、中午都可以啊。哦，早上、中午都可以。晚上都可以啊。哦，晚上也有。对呀。哦，我以为只有早上，我还想着。它做起来是冷的嘛。哦，对啊，就是凉的。哎，对。啊，所以说叫冷粉。
些调料搅一下，对，拌一下，对，蛮好吃的。哦，这两个油条包麻薯，先尝一下原味的，就是经典味道，就是芝麻和白糖裹着的，外面是油条，里面就是麻糍，麻薯、麻糍都可以。这个油条炸得非常的酥脆，看颜色其实就能看出来，颜色都已经是焦黄色了，还没有吃到麻薯。哦，这个芝麻真的很香，外面裹的就是芝麻和白糖，就是这样，好像芝麻和白糖的比例就是芝麻3:1。吃这种必须得大口的吃，小口的话，一口就是全部都吃不到一起，一口的话就是只能吃到油条，要不然只能吃到麻薯，所以说要张大口的吃。哇，手工做的麻薯。整个口感就是外面的油条比较酥脆，里面的麻薯就是很软糯，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，但是不粘牙，外面就是芝麻的香和白糖的甜，综合起来就是又甜又香，然后外面脆脆的，里面软软的，味道就是甜口的，然后香一点，整个口感就是比较丰富，因为外面是脆的，里面就是麻薯嘛，就好像咱们吃蛋黄酥的口感是一样的，就是麻薯就是起到一个口感的丰富程度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就是为什么油条要包麻薯吃，是怎么想到的这样的一个小吃，这个就是升级版的，之后才有的，以前都没有，以前就是最经典版的，就是刚才吃的芝麻白糖，里面裹着油条和麻糍。哇，看这个油条炸得特别好，特别酥脆，一掰就像是要断掉一样，就是这样。我比较惊喜的是，它里面加的这个肉松里面有海苔。因为我喜欢肉松里面有海苔的，单肉松的话感觉有点低，有点单调。哇，这个整体就是咸口的，刚刚那个整体就是甜口的。看来油条也是万物都可夹了。刚刚我还看到有奥利奥口味的和红豆口味的，还有红糖口味的，好多种口味，这些口味应该都是后续才研发出来的。哇，我尝到了咸蛋黄，他用的这个咸蛋黄比较好吃。其实麻薯整体是没有什么味道的，就是吃个口感就是软软糯糯的，就是你搭配什么吃的话就是其他口味的，所以说这个整体就是咸口的，然后肉松的香味、蛋黄的香味和油条的脆，经典芝麻味就是甜口的，肉松蛋黄味就是咸口的。作为外地人，我更喜欢吃这个咸的，因为感觉会更丰富一些。尝一下我的冷粉，哎，冷粉是热热的，现在还冒烟。尝一下这个冷粉，也是景德镇的一个特色小吃，是叫冷粉，但是是热的。哇，这个辣椒我现在都感觉到特别的，味道挺大。哇，很好吃，也确实是很辣。
这个粉是 QQ 弹弹，然后还有韧性，感觉就是吃起来就是特别有劲儿，很筋道。因为单看这个粉的时候，我还想着这个粉应该是没有嚼劲的，应该是那种特别容易夹断的那种，但是不是，完全不是。哇，好辣！这里面加的是有小米辣，这个应该就是小米辣，然后还有辣椒酱。把这个粉的粗细都和筷子的粗细一样的，特别有嚼劲，也不像土豆粉那种。土豆粉煮起来就是软软绵绵的，然后有一点点就是弹力的那种感觉，但是比较软的那种。整个粉吃起来就是要比土豆粉就是吃起来更有韧性，然后稍微硬一点，更有嚼劲，不是那种软趴趴的。所以说就吃起来就感觉特别好吃。如果这是软的那种，就是跟土豆粉一样的，反而吃起来我感觉没有这个好吃。好了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嗯，好。景德镇真的是不虚此行，冷粉彻底把我震撼到了。其实油条包麻糍是和我想象中的味道就是一模一样的，外面就是油条，里面是麻糍，裹着白糖还有芝麻，就是这样一个味道，就是甜的有点芝麻的香味，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味道。但是这个冷粉真的是把我彻底震撼到了，我没有想到冷粉居然是热的，我一直以为冷粉就是凉的。然后这个辣椒是真的很辣，江西人这么能吃辣吗？太辣了，我的天哪！我就只放了两勺辣椒，当时我说再放一勺的时候，大姐就这样笑的时候，我就想应该有点辣，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辣，天哪，真的是景德镇不虚此行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一定要记得点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哦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